各位觀眾，睇下我呢一身嘅打扮，就知道呢個環節應該叫做沖油印度。沖油印度，喂，要識佢玻璃喎先得喎，你得唔得啊？咦，呢度真係有印度人喎？乜印度人啊？你睇真啲，其實係泰國人嚟噶，唔係印度人嚟噶。不過就著咗印度人嘅衫，所以咧就由一個印度西施一樣啦。除咗呢位顧客，亦都有呢位顧客。總言之，個個顧客都化身成為印度人咁話啦。話說呢度咧，正正係泰國曼谷嘅一間嘅主題咖啡店。主題係咩？先唔係印度咯，裏面有印度式嘅情懷啊、座椅啊、燈啊、服裝啊各方面。所以咯，個個喺度咧都係咁影相，啲嘢好唔好食唔重要，最緊要環境靚啊，等大家可以趁青春，又或者唔太青春留線影。睇到呢度咧，你一定會以為呢一壇嘢咧，老闆正是印度人，咁你又錯喎。嗱，雖然泰國曼谷有好多印度人，但係呢啲印度人通常一係咧就係開啲個裁縫店啦，一係就開酒店啦，全部都係超級有錢人啊！呢啲咁細微細眼嘅生意咯，對於佢嚟講真係冇咩興趣啊。反而咧，呢個老闆正正係泰國人，有錢泰國人之餘咧，仲咧中意玩呢啲嘅小意思。呢度樣樣嘢都好認真，連個經理都認真嘅，你睇佢，哇，粉墨登場招呼人客添噃。冇錯啦，粉紅色衫呢位正正係呢度嘅經理，每日咧就負責招呼人客啦。你睇佢一身打扮都非常之印度噶，絕不馬虎，絕不苟且，梗係啦，呢啲咪叫以身作則咯。話俾大家聽，喂，唔使怕醜噶，即管扮到只雀咁樣去換衫啦，換衫我幫你揸機，我幫你影相，大家實行真言鬥禮啊。不過講到真言鬥禮呢樣嘢，點少得冬日妹啊？唔知啊，冬日妹又會化身咩嘅形象出場呢？呢度仲有最細程嘅印度服裝間。印度服裝間係喎，男裝女裝都有，而且唔係一件，係好多件。除咗呢啲衫褲之外咧，兼且仲有一啲嘅珠耳绳啊、首饰啊、耳环啊等等，方便女士们着到好行咁嚟影相打卡。其实现时喺泰国曼谷咧，都有好几间呢一类嘅印度啊、土耳其啊、摩洛哥式嘅咖啡店，间间都大同小异啦。咁但讲到最认真、最多呢啲珠耳绳可以俾人客爱嚟戴、爱嚟着嘅话咧，都可以话呢一间啦。转眼间我哋又换咗衫啦，咪以为啲衣服咧免费供应，要俾钱噶。服装同啲珠耳绳200匹一小时。冇错啦，200匹一小时，好可惜男士没有什么嘅珠耳绳啦。嗱，同时间又亦都有食物供应，眼前见到啲美食咧，价钱都唔贵嘅。举例呢一坛类似 afternoon tea 嘅咧，大概360匹左右咁啦。咁但系呢啲系咪印度式美食咧 ？No， 即系唔系啦。但系其实冇乜所谓啦，边度嘅美食都冇所谓。大家嚟呢度主要為咗影相打卡嘅啫，即係為咗食嘢咩？係咪啊？係啊，係啊，睇下呢度啲嘢食先。雖然價錢 OK， 味道都 OK， 但其實最唔 OK 嘅就係啲人嚟呢度根本上係為咗影相打卡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食嘢嗰方面咧，其實咧都係求其食嘅啫。當然有啲人咧都想話飽肚，都會叫一啲較為貴少少可以食得飽嘅嘢，但基本上眼見大家都係飲杯嘢啦，食件餅啦，跟住係咁搏命打卡，呢樣先緊要啊嘛。咁又係啊，打卡大過天啊嘛。除咗食嘢影相，呢度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動作要做，就係拜神啦，拜象神。大多數印度人咧都會拜象神，尤其是一啲地方同創意啊或者藝術文化有關嘅，更加有象神供奉。所以大家喺呢度咧都可以拜象神，除咗食嘢影相，仲可以拜神添。
正如刚才所讲，现时泰国曼谷咧都有好几间呢啲充满异国情怀嘅咖啡店。呢啲咖啡店最大特色咧，其实就系刀仔锯大树，装修成本唔太贵，嘢食亦都唔贵，但客似云来，个个走嚟影相打卡，真系慕名而嚟噶。所以咪话，亦系嗰句啦，穷则变，变则通。喺疫情之中，你只要肯变嘅话咧，就自然可以杀出新血路噶啦。采访当日见到真系客似云来噶，啲人客一个一个一对一对咁走入嚟，坐低叫咗嘢饮之后咧，即刻就去换衫啦。可想而知，大家系几中意呢挺咁嘅咖啡店。